Legoland。嗨，大家好，我这边是家庭创业，我是 Mr. Liu。现在我来到 Legoland 对面的一个公寓 ，Disney。这边的窗都很高，宽度121寸，高度124寸半。通常要是这个东西要两座呢，因为我们通常不来到13.2米，126寸，就是要不了直口的话，124寸半是做不到的。唯一方法就是打横座，把这个不打横座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主人房，我们来看看，主人房的问题是这样，它宽度139寸，高度128寸，不管你打横座也做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宽了。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，那个折会倒到里面。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借布，就是借一个布，看到吗 ？OK， 为了借一个布就能够做到这个房间的窗口。借的时候，有些人会拿回装饰一模一样的布，有些人就拿来玩一些设计，就拿来配搭不同的颜色。有些人拿来配搭中间一点点，有些人就 center balance。就是一左一右不同颜色，或者是旁边跟中间不同颜色，就能够做到139寸宽、128寸高的窗帘。刚才你也看得到，对面就是Legoland。为什么这个屋主还要做窗帘呢？因为他是打算来出租给那些去Legoland一直住的人，然后出租给他们。这个时候Legoland不能开放，那为什么还要做窗帘呢？成功就是给有准备好的人，他先把这个地方先做好，等电锅店一开放的时候，就能够直接就可以租给那些游客了。这样好的窗帘，青岛佳美窗帘，谢谢。